好，欢迎大家继续收看《The Fighting of Isaac Rebirth》。今天是东方的 CD 啊，叫毛友东海道。这张 CD 有点奇怪，中间还有一些电话铃声之类的，我就觉得挺搞笑的。看看这声音。尤其刚开始这一段，我还以为是隔壁装修呢。白羊座打扁，这个，这个大迷宫诅咒把我吓得尿都出来了。总之是，其他属性倒是非常不错。YD0T ZPRC。这第一房间就已经把我吓出尿来了。你给我一个血量啊！二连射二伤害，那处理这个敌人的能力还是相当有的。这个东西增加，不，不要冲动啊，打这个。不太想先打 boss， 这个东西是增加天使房的转换概率，没啥意思。你问我，我还不想要呢。我是不是应该炸点钱呢？三分钱是购买一个红金的。我先去看看吧，有一个红金，我至少心里面也定一点。虽然说受伤了之后可能开不出来恶魔房，但是不至于被精英怪一下子弄死。也就只有红金了，我想买别的都不行，先买了再说。还是先找道具房比较好吧，现在至少现在没那么紧张。刚才一血的时候，确实是第一个房间我见到蜘蛛我就已经紧张的不行了。要蜘蛛这种东西难办，是不是？红心没有蓝心，所以说这边如果能存够三分钱再买一个，如果能够存够三分钱再买一个炸弹，看看有没有特殊石头，就是比较重要的、比较好的做法了。现在才来呀！不要！最讨厌这种抽风蜘蛛的黑石铁，这怎么可能拿？给我好属性，然后就给我烂道具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千万不要碰到，碰到我这一次就毁了。你看，我就说这个背景音乐是很奇葩吧，这一段。漂亮。有幸运石头在的话呢，可能我们的，那个钱呢就不用太忧伤。我很希望等一下恶魔房里面给我印记或者是契约之类的东西。我现在很需要血，或者一次长袍呢？一次长袍当然是最好的。然后现在我们炸东西的时候呢，要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尽量多炸一点点。两颗蓝星太不错。那现在恶魔房里面只要给我加伤害就可以了。打这个也没用啊！白虫子还比较好的，我比较讨厌那种棕色的那种，棕色那种血量多，然后那个不好躲，是不是有点延迟啊？这边什么情况？
秘密房难找啊。上次里面是什么道具啊？我都忘了。我记得好像是一个很没存在感的，是罐子，还怎么样？啊，是罐子。这边买一把钥匙，买一个炸弹。炸弹是肯定可以回本的，所以说这个就不担心。先打 Hunt。真是谢谢这个双子座了。哦，吓我一跳。当然说难听，现在中招也没什么，只是能不中还是不想中，是不是？好的，血量上限还是好的。血量上限没有人会说不好，现在这种情况吧，后面的时候可能就不要了。这确实是比较忧伤的一件事情。其实并不是很好，但是没办法。损坏的十字章战车 ，Fifty Fry。走吧。奥冷秘密房也不好找哦，罐子呢也没什么必要去专门花十五分钱去拿。虽然说我们这次按理说是不会缺钱的。这个先稍微等会儿。卖萌货暂时就不考虑了，除非你给我硫磺火。硫磺火、开眼科技什么的，如果有多炸弹就好了，可以考虑这个蘑菇灭绝计划，并且是刷钱。给钥匙是最好的，因为我这边最怕你给一大堆宝箱，我用不了。我倒是希望能够看看这层有没有老妈的钥匙之类的这种东西。Balls of Steel， 先留着这个金宝箱吧。万一真出老妈的钥匙，那我很忧伤。直接开的话。Tears down， 这个确实不太好啊。回到一了，哎，但这个一连射还是可以有的，不是很差。实际上一开始给的这个二连射也不会到一个很好的二连射，就对了。面具应该要打的，我先等一等。可能没炸到左边那个，还真是。有伤，闪电，闪电，我要闪电，闪电来了。X 光眼镜呢，还是个不错的道具。其实他要是早点出的话，我说不定就买了那个罐子了，因为那个罐子有高等秘密房的话，可以很好的搭配去刷各种心呢、啊。可惜没有老妈的钥匙。指南针自然是无脑买的东西了，这个是不用说的。开吧 ，Mega Fatty，
这 boss 还是小有恶心的，600的血，还比较耐搞。我觉得我这样用钥匙的话，迟早会不够用啊，所以说那些金箱子开不开，真的是要思考一下。我来盒儿不错，一个黑心，三个炸弹掉落，有可能是双重，有可能是季报，这个预想之内，也是他的了。双子座还是帮助了我们不少的输出啊！嘿，哇，好的，雷块漂亮，至少是个一半的伤害加成。把金直接拿了吧。回想起也没什么东西会让这个白心出问题的吧。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这一首主曲飞翔的音色有点奇怪，可能是错觉吧。哦哦，不要碰到它，时间呢10分34秒。啊，为什么你每次搞的那个都不是我想搞的那个呢？真是不听话。这边呢应该去炸点石头，让这个钱呢回到5或者以上，这样的话呢下一层就可以搞到阶级房。算是个东西吧。哇，好多蓝星啊！啊，刚才不是还有一堆蘑菇在那边吗？可以全都去炸一炸。是这里，刚好4分钱，最终变成5分钱。蘑菇也不给力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给我个 tears down， 我也不介意，我顶多不吃就对了。走，第四层，阶级房在下面，小 boss 房。肯定要先走这边了，因为这个道具什么的都在这边。啊，你叫混蛋！有个特殊石头，还真是 TS down 哈。说我不介意，也不是叫你真的去给呀。宁愿被炸都不要被怪直接碰了，被炸的话只掉半血，这个被碰的话直接掉一血，那就很没意思。Boss of Steel。这是绝对值得炸的。Hells up, speed down, bombs are key, range up, tears down, bombs are key, pretty fry, 不错 ，pretty fry， 哎，很好。那我们现在对子弹已经几乎没有问题了。啊，还省了一把钥匙，白板牌哈，肯定是要拿的。
知道可能浪费了一点点那个战车刷麦基的机会，但是我觉得无所谓了。两把钥匙漂亮。这边呢？新一盒。哎，这个就不用了，我钱太多了。哎，吃了，吃了拉倒，不要让它挡着路。我是很希望里面有恶魔乞丐。红针，哎，这就让人有点失望。哦，漂亮！你赶紧给我吧。啊，他没给我。Speed down， 请不要逗我，谢谢。哦，不错嘛。给我这么多钥匙，我还是很喜欢的。我先往这边走吧，看看商店里面是啥，我比较想赶紧知道。最好是老妈的钥匙。去哪呢？等一下，先把这个开了，然后回来，出去再进来。这地方应该差不多了吧？是的 ，Lock down 啊，这车要完，也是够醉的了。我战车还是留给 boss 吧，因为那个卖血反倒让他卖下去也没什么问题。那我想看看 boss 挑战房里面有什么。那个东西肯定是不会买的啦。都是血啊。看他下面两个狼，如果长得比较大，他都不召唤狼，把他刷新一下的话呢，就用战车。顺便把这两个给清一下。好的，就先等一会儿吧。它那个有增加子弹飞行速度，对于煤块来说还是有增强的，所以说拿也应该。两分钱。值得冒这个所谓的险吗？我想想，本来就有一颗蓝星掉地上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根本就无所谓。我有点想放弃幸运石头了，因为脉冲虫还是有点实际的意义啊。幸运石头现在。没有什么太多的实际意义，是不是该去牺牲房牺牲一下？加上呢，我们的钱也是，可能很快就会多到不要的地步了吧？先看看暴力挑战房里面是什么。金箱子或红箱子的话，我就打；别的东西就算了。金箱子开。微妙啊，这个相当微妙。
个人呢不是很想要这个，我觉得白板牌有更多的配合空间嘛。这白毛头是相当强力的输出道具，这个是不用说的。先打一下，打到第三阶段再用。意思就是说，他两个演出来的时候叫第三阶段。好的，病毒呢也是稍稍立了功，但是，小孩的心脏，这个没意义啊，炸。我现在只想多弄点钱罢了，其他东西我倒不是很在乎。这样的话去牺牲房牺牲一下吧。居然会出现蓝心过剩，然后要跑牺牲房，这简直不能忍。有 Boss of Steel 吗？没有是吧？还有个 Health Up， 哦 ，Tears Up， 这是纯黄色的药丸是不是？可以再踩一脚啊！不出那没办法。既然变成八分钱，就拿一下吧。我知道可以变成十分钱，但是我实在是懒得回去拿那个幸运石头了。可以再卖一次，因为补两颗蓝心之后，之后还有干细胞，所以说会再增加一格血，把它给顶掉，那就可以把那个往下卖一个。看看是不是黄色药丸在商店里面。还有这个玩意儿，哎，算了。那个药丸我记得好像没什么实际作用。哎呀，还是只有两格伤害，这个很让人忧伤啊。未知诅咒，先往右吧。未知诅咒倒不怕，这个我满血怕啥？五红七蓝有的是血，哎，漂亮。这样的话，那个商店里面是真货。我们应该捐点钱了，刚才就想捐，其实忘了。有 Humbling Bundle 就是好，基本上什么东西都是，基本上钱就不可能会缺，然后钥匙嘛，到时候应该是也会越来越不缺的了。现在只要两个金箱子能够开出来一个，一把原本的钥匙就已经足够了。但看起来好像并不是那么容易啊，这才是讽刺的事情。然后呢，我们也可以去炸炸牌，看看有没有好牌。哦 ，wafer， 是不是告诉我电插头啊？有插头的话可以买啊。那没有东西。然后顺便说说，现在踩刺是不是也不怕了？
血量不是很有兴趣。哎呀，这个伤害啊，很让人忧伤啊。现在可是忧心种种啊。普通巷子没兴趣，这层也拉的真够大的。给我一张好点的牌不行吗？哎，这个又有钱了。钱又满喽，还被迫浪费，没地方可以用。哎，这房间很应该用这个。这边白羊座应该是可以帮我们产生一点接触伤害，虽然说只有18，好像值得一冲，是不是？不知道那个，不知道那个，我的小独角兽那个接触伤害是多少？那你们两个居然都没吃下去，也太过分了。算了，我更想节约时间。或者说我想更直接的节约时间嘛。啊，高手是用红蜡烛的，我这种渣渣就用蓝蜡烛了。哎呀，来双子座，好好表现。看看有没有好一点的饰品吗？或者好一点的牌？出来一张皇帝牌的话，我就果断回去拿那个白板牌了。哼！哎呀！伤了两次，又是血量，我也是醉了啊！这个恶魔房真的是，就不要了。有没有好东西就看你了。居然还有这首曲子，这张 CD 真特别啊！纯黄的药丸。什么都满了，合击2。这你不是在逗我吧？真的。地图这种东西怎么可能会说不好，是不是？
现在炸牌还是有点意义，毕竟可以至少用一次嘛。这个还是进来看看，毕竟如果有恶魔乞丐的话，对我们来说还是很有帮助的。之前那个给出来绿针就让人不是很爽。教皇哈，现在才来是不是有点晚了？又是血量上限，哎呀！Elgis， 哎，拿拿拿！嚯、哦，居然没有坑，没看错吧？就刷这个钱好像没啥意义，算走。居然伤害还加了一。我就想着我的连射都这样了，我就不信你还能坑到我什么东西出来。我好像完全忘记了我自己有蓝蜡烛啊。其实刚才我应该用战车，然后留 Elgis。哼，无所谓了，这不是重点。自由帽，人家要玩的掉落率没啥意义。哎，还好没拿到。钱呢、啊？哦，谢谢你。这增加精英怪的出率没意义。哎，漂亮。现在能够再加一点点伤害就好了。又来这个，我们又再来一下好了。卖血机，肿瘤或者扭曲的脚都是有实际意义。战车，这就爆掉了。恋人，巴卡诺，觉得守护魔的尾巴有用啊，因为我现在不想要红血，能利用它来把红血给消掉，就这样吧。虽然说也会影响，应该会影响蓝星的掉落率吧。不知道会不会影响这个东西的掉落率。蓝素质给我们也没用。Tears down。
哦，差点反应太慢。Range up。卖的这么近好不好？哎，卖近卖近。盲目诅咒，盲目诅咒不是一个好事情啊！因为这层还有一个恶魔皇。哈，刚说不是好事情就来了，是不是？特殊石头没有。那现在有那个圣饼的话，倒不是很怕。Sonic Boom， 哎，没打好。Sonic Boom， 哈，3340。走，有一个特殊石头，但是没办法拿得好。这秘密房的位置好诡异，我觉得应该去看看的，毕竟我们就差一件猫。无语啊，这个恶魔房今天相当无语。老等一下给我个血量我就笑了。加连射没用啊哥。没用啊哥。Boss of Steel， 我反倒这个觉得有点用。有啊，漂亮！终于加伤害的来了。既然都说影响蓝星掉落，不对，不到下一层才丢。这一层还能炸炸这个血块什么的。这伤害怎么样？六格。这个吧，是的，range up 还是好的。好，那这个钥匙还真的没开出多少来。三是若本成熟就掉落，没啥意义。马姬的信仰，这个是绝对不会要的。什么鬼嘛！
直接在我身边出现，你也是无敌了。爆波脑袋，看你了，看你表演了，没炸到那个。不要给，不要给失落诅咒，谢谢。其他诅咒反倒无所谓。盲目诅咒，这个无所谓。反正没道具可拿了，是不是？还真有道具可以拿，有个特殊石头。哦，不要太乱来啊！不要想着有圣饼这个鞋就可以乱掉什么的，这最终把自己的把习惯搞坏了，这个不好。抬那个羊。这支 CD 的音乐组成还真特别。看来是，看来大部分都是永夜抄里面的音乐啊。哦。居然走慢了一步，没激情啊，超级没激情，这是。我感觉我还好，我也是还好拿了这个，还好拿了这个蓝蜡烛，不然的话要无聊死了，这是。这个伤害他，伤害没什么特别，主要是。居然成到六也，三连射六伤害，还是感觉还是缺的很多。记得宝箱里面炸这个也没用的吧？是没用。哎，他们爆炸的时候都好震撼啊，搞得到处都是摇来摇去，惊天动地的。哦，Eden wins 61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